自从宣布再婚具俊晔之后，小 S 对于新姐夫有多么喜爱，想必大家都是知道。当初她除了线上深夜狂舞影片欢迎姐夫来台，就连姐夫在台湾的夜店首秀，她也亲自到场力挺，可以说是超级有爱。没想到29日深夜，她又在社群突如其来的告白我爱具先生，后面还附上一颗超大爱心，引起热议。网友们看到发文后，都疯狂点名大 S 徐亚军，说你把许先生放哪？具先生是大 S 姐姐的哦，快把他还给姐姐吧。有人亏他又喝多了，让他笑回我到底写什么，不是喝多啦。还有粉丝留言，我也爱姐夫。不过其实小 S 说的具先生不是姐夫具俊晔，而是最近演出我的出走日记人气直线上升的孙喜旧。他在剧中寡言厌世又爱酗酒，但却有着纯情的另一面，反转魅力让女粉都晕船成了具太太，就连小 S 也深陷其中直呼帅疯了。虽然告白自己的姐夫是场误会，不过还是有网友怕，汪小菲看到是不是又要发疯了。